哎，轩，端午节快到了，我想去市场买些东西回家。你明天要陪我去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去仁爱市场吧。可是那里比较远，不是吗？没关系啊，主要是我怕我妈明天也会去，她说她要去买端午节要用的东西。反正我骑车载你啊。好啊，那就这样喽。娃娃菜可以，娃娃菜我吃。哎，这个很漂亮哎！你不要，甜椒不好吃，不喜欢。好吗？要不然香菜，香菜 no，那香菜那味道真的这很香很刺。要不然番茄，番茄。这里啊，就这个阿姨今天会过来啊，所以我来看看有什么菜可以买。哎，子婷，好久不见，你们一起来买东西哦。阿姨好。对啊，我找雨轩一起来买要带回家的食材。哦，这样哦。哦，阿姨很久没看到你，越来越漂亮了哦。交男朋友了没？还没有啦，阿姨。那要不要阿姨帮你介绍啊？不用阿姨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。哦，妈，我们还有东西要买啊！等一下，晚一点见了，你先走了。哦，那子婷有空来家里玩哦。好，我下次会再去。子婷有没有喜欢的男生？阿姨没有啦，我没有喜欢的人。妈，子婷来我们家玩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来，来坐。子婷，你来我们家那么多次了，还那么紧张，是不是？是我们宇轩欺负你啊？怎么可能？他欺负我好不好？你说对不对？哎呦，你们感情很好哦。当然啊。子婷有没有喜欢的男生？阿姨没有啦，我没有喜欢的人。有喜欢的男生的话，可以带来给阿姨看一看啊，我帮你鉴定鉴定。妈，你很八卦哎，那是子婷自己的事情。那谁叫你不交一个回来给我看？没关系啦，阿姨也是关心我啊，哪像你。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进去。阿姨，那我们先进去哦。宇轩，来吃个肉。宇轩，嗯，你有男朋友吗？
没有，阿姨帮你介绍一个不错对象给你好吗？不用麻烦了，阿姨。怎么会麻烦？帮你介绍一个，然后年纪大了，对不对？也有个依靠啊。哎呀，我女儿这么漂亮，不用怕嫁不出去啦。我还希望她多陪我几年嘞。那最后一道菜开动喽。好热哦，你还吃？看看你的肚子。哼，没有，难得放假，就让我放松一下嘛。雨萱，你阿姨是不是又介绍男生给你啊？你觉得呢？你干嘛那么凶？不是啊，我们好几天没有见面，我一来你就只问我这个。我就问一下，关心你，干嘛这么敏感呢？那你答应我的事你做了吗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爸想法太传统，我不想破坏跟家人的关系，也不想破坏跟你的关系。我都跟我妈提过了，为什么你没有办法？你跟你妈提过了，什么时候？你怎么没有告诉我？妈，如果我喜欢女生的话，你会怎么想？什么？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你喜欢女生吗？没有啦，是今天下午看到有艺人书柜，想知道你怎么想。你不觉得女生亲女生，男生亲男生很奇怪吗？真替他妈妈感到难过，没有办法抱孙子就算了，还要面对大众的闲言闲语，被说不会教小孩，一堆有的没有的。你哦，最好不要给我搞这一出啦。那时候只是试探性的问他，也猜得到结果，所以才没打算跟你说。啊？你就什么都不要说啊！雨萱，你要去哪？不告诉你。刚刚谢谢你跟我一起完成那堂课的作业。小事啊，不用客气。那你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要谢谢你。有啊，怎么了？那我请你喝咖啡好了。嗯，我也有话想要跟你说。好啊，那晚点见。你来啦，
那喝拿铁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我去帮你点，你等一下。来，还是要谢谢你今天帮我的忙哎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今天可能也做不完。哎，没关系啊，小事，有帮到你就好。宇轩，嗯，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哦，我还有点事，有什么事的话下次再说，我先走喽。谢谢你的咖啡。这么晚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刚刚我看到你跟他在咖啡厅有说有笑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受。坐在这里五分钟，想了好多的可能性。你听到了，可能不敢相信，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。子婷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对你这么好吗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可能不知道。之前看你交男朋友，我特别嫉妒。但能一直以好朋友的身份待在你身边，我就很满足。我也是今天才发现，我对你的感情好像已经超过我朋友之间的喜欢。看到你跟他有说有笑，我很吃醋。那我们在一起吧。笨蛋，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我应该告诉你我试探过我妈这件事。我不想让你担心，再加上我猜到我妈会是什么反应，就想说可以自己消化掉，所以才没告诉你。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担心，
但我也想让你知道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愿意听你说，也愿意陪你承担。妈，我回来喽。喂，在干嘛？还没啊，就刚下班了。吃面吧。不要。宇轩啊，快过年了。你爷爷奶奶说要介绍个男生给你认识，怎么今年换爷爷奶奶出动啊？啊，不然你就说你有事啊，去小阿姨那边住个几天。嗯？为什么？不然每次都这样子说要介绍对象给你，你不累哦？没关系啊，妈，反正每一年都一样啊。宇轩啊，其实我都知道。你跟子婷，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记不记得那天去市场，我远远就看着你手搂着子婷啊。其实当下我心里很慌张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去说。所以啊，我回来啊，就去找了一些资讯啊。不管你变成怎么样，妈妈都是爱你。还有，你要爱你自己，才能够去爱别人。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妈妈都会支持你的。学爱自己和爱别人，和别人决定怎样才好。勇敢面对不怕煎熬，直到绽放一抹微笑。你我心中一丝悸动，其实我不知道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等你啊。等我？你该不会就是那个我爷爷奶奶逼我来的相亲对象吧？你爷爷奶奶没有跟你说是我吗？没有，但我也只是为了不想让他们担心，所以才来的。那你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想要跟你说但没有说出来的话吗？记得啊。那你现在要说吗？为了跟你说这句话，我等了七年了。宇轩，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试试看吗？其实我有对象了，而且你也认识。我认识。是子婷。那我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